问钱哥就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所以我跟他超级斗，对，还不是这里。专业斗。专业斗嘴，那不是在那里，是在那个爬山的地方打专业斗。真的是逗得很开心了、啊。没有啊，谁叫他在那边一边那个，然后一定要跟我吵架，然后就。他为什么不穿自己的制服？因为他找不到他的制服，不见了。对他的制服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五班应该是没有校服吧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有啦，他自己弄不见。他们都不穿校服。你也没在穿校服。要从高一都没穿到高三，这是因为。